Hello， 大家好，本期的绘本上新食物视频呢，要拍的是惊涛前的这一款昆虫主题的科普绘本。那如果对昆虫没有兴趣的小伙伴呢，可以直接关掉这一个视频，看看别的可爱的绘本。那这一款昆虫的绘本呢，做得非常的有趣，在绘本的中心呢，会有这么大的一只虫子。那在绘本的左右两边呢，都是翻翻页面。那翻翻页面呢，它做的比较精致的点是，翻翻页面翻开还会有小小的立体插件弹跳出来。那每个页面呢，向我们介绍的都是不同的昆虫，它们的名字、他们的习性，甚至是他们的成长过程，他们的蜕变。然后呢，这一款绘本呢属于一款 vintage 的立体复古本，它呢发行于1992年，但目前呢是一个全新无瑕的状态。右上角呢还有一个插件是可以拉动的，一个拉动的小机关。这款绘本呢就比较适合那一些立体绘本的爱好者，作为一个小众款的收藏，也可以作为给家里的孩子做一个学习启蒙的一个科普绘本。好啦，那本期的绘本上新食物视频呢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。